10月25号。2015年10月25号上午，我又来到了烟台。昨天来到了烟台，这是第二海水浴场。5年前，2010年就来过这里。大家好，今天是2015年10月25日，我来到了烟台第二海水浴场。今天很开心，时隔5年又来到了烟台。
烟台火车站。盖的大悦城，2010年的时候还没有。南山公园，2015年10月26日。6年前，我跟媳妇曾经在这里划过船。玉皇顶公园，6年前我和艾希来过这里。万达广场，
手指都出去了，操！烟台博物馆，清晰可见，他们的居住面呢比地面稍低，是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子。好，大家这边请。
间的，当时下部分是埋在哪里的？陶眼在陶器中的比例呢比较大，这一件陶眼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呢是用来装食物的，中间的这个隔断呢是放油孔。好，再在这边停。这一件陶窑呢是2007年出土于墓亭的赵文庄遗址，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的上半部分就已经不存在了，仅存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部分。左前方呢是一个洞穴式的火塘，火塘的上方呢有两个小洞是出火口，与火塘相连的这整个的一部分呢都是操作间，左右两边烧低的两个洞呢是用来堆放柴草的。大家都学什么专业的？历史。那就等你们发现了。是的，是莱国古都的一个沙滩模型。莱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东海古国。它的都城呢是龟城，也就是位于现在的龙口市。它分为内外两个城垣，是我们胶东总部呢接在我们胶东半岛的半数以上。好，大家这边请。这边这个展柜中所展示的就是在龙口的龟城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它们主要是制作成一些装酒或者是食物的器皿，专供奴隶主贵族使用。这一件勾践鼎呢也是在龙口龟城出土的，是西周时期的一件春器，它的腹部呢有面目狰狞的兽面。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祭祀齐地八神，一方面是为了为自己歌功颂德。齐地八神呢是指天主临淄，地主泰山，兵主蚩尤，四时主琅琊，阴主三山，阳主知府，日主成山，月主莱山。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一组玉器呢是在烟台的知府岛出土的，是当时秦始皇埋在地下祭祀阳主的一个意喻。因为根据我们两汉时期的形状上呢都开始向简单务实的一个方向发展。这边四件套呢，这个盒是用来装食物的，这个桶，这个壶呢是用来装酒和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表面有一些色彩斑斓的花纹，这都是当时名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呢，就是这种制作精良的灰陶。白陶呢是汉代书匠九盏之灯，它的定做的有青龙白虎的镂空图案，它的灯柱呢是一个竹竿，侧身的八只连梗和朱雀的头顶呢共同托起了九个灯盏，这个灯盏的各个部件呢都可以任意拆卸，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灯盏上面都有三个小孔，当时呢是用来插防空罩的。当地他的父亲正是以歌功颂德而作，集篆书、隶书、草书为一炉，是当时北魏书法的一个主流代表。因为他的作品呢，大多都刻在石头上和山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圆融和尚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学问僧，他在中国的打名呢就叫做词学大师。好，您在这边请。后面这些东西咱们加课本，然后以后呢，就是有机会，大家经常过来好好研究，全程也跟着咱们老师学习。大
用的一种织布机。好，大家这边请。就是开埠以后的烟台了。1858年，清政府同英法签订了通商条约，原定将分州作为通商口岸。资料。对现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条约，烟台条约和马关条约，分别是在烟台签约和化约的。这边所展示的是烟台条约的签约地，东海关税务司公署二楼。这是当时烟台条约签订的时候，李鸿章与各国公使在烟台的一个合影。马关条约虽然是在日本马关签订的，但是是在我们烟台中日两国的使者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马关条约才正式生效。发现了甲骨文，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都摆放在道术衙门前，后来被移出到烟台山抗日纪念烈士碑的福建商人投资建立，1906年完工，历时22年，史称李东一工程。它也是我国现存的北方唯一一座有闽南风格的庙宇式建筑，1996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1914年色霸讨伐袁世凯的活动中被秘密杀害，年仅41岁。这个展柜中所展示的这些物品呢，都是徐静新先生所使用过的。油漆，油漆类的队长徐德水就是冯德英的小说《鬼太花》里徐德海的原型。Thank you.
决定，而此事本身意义。红旗齐鲁，恭喜天下。好的，我们正在走过路过，还有已经走进我们活动现场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走进的是齐鲁好嗓子大型巡演赛的活动现场。在今天下午，我们同样也会把我们诸多的祝福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的广播以后，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惊喜现场。2015年10月31日，又来到了海边。
鸡蛋做汤都行哈，你来放上。这个咋吃啊？这个煮吃。煮着吃。啊，煮着吃。这个多少钱？这个二斤，十块钱二斤。十块钱二斤。嗯，十块钱，五块钱一斤呗，这是。啊，五块钱。嗯。行，来十块钱的。见的很少见，这是啥？鲍鱼。2015年11月1日，我来到了烟台大学。
Thank you.